后脖子痛啊，哦，然后有一点啊，很直啊，很直的上去啊，很直的上去啊，这个幅度挺大的啊，不容易啊。这边一个，这边一个，因为为了避开肺里肺里之间的气体嘛，所以前面那个比较平，这个比较陡，哦，相当于在。相当于在滑轮上了啊，很陡的滑轮上在拉，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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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后脖子痛了啊！后脖子痛了啊！两个肺里同时在拉，但是在距离相差比较远啊，高度差不多啊，两个同时在，在各自在拉着啊，好，啊，同个时间啊，各自拉着啊，高度也差不多，哎，这个是拉日本的和田，咱不打了，拉到肺里上，哎，好啊，知道了，哎，再见，哎，再见。